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闭了眼。小小，我已经到你的公司了，你为什么不接电话也不回信息啊？我知道你遇到困难了，是不是遇到很麻烦的事情了？之前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都奋不顾身的帮我，你说我们是好朋友，那现在你遇到困难了，我作为你的好朋友，我也一定要跟你一起面对困难，家人们，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了，你们有小小的联系方式的话，麻烦你们跟小小说一声，就说阿杰已经到了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家人们。触动你生命的门铃，多么不相信缘起缘灭天注定，上了锁的心，逃不掉宿命的精灵，闭上了眼睛，感觉忽远又忽近。锁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闭了眼，什么症走掉，看不见，听不着，想不成，摸不到，两个人的依靠，一个人一只狗，一杯酒，一夜一下子变老，爱怎么能